为了要推动安全农业友善环境，今年县政府推出真济农业的补助政策。伫安全的生产有农渔业机械补助、温网式设施的补助、有机农业的补助，另外也佫有安全辅导、人才培养佮训练、多元的产销以及减碳造林。农业安定基金要提升军民的竞争力。